你没有听过吗？中邪有听过吗？鬼片，鬼片你们现在不适合看，因为他现在要，他要十二岁以上才能看。什么？你都看鬼片？我真的。你看鬼门开？鬼门开是长什么样子？你要过完年。然后呢？哦，是的，哦。真的，时速列车你们可以看吗？可以啊。哦，真的。哦，知道。然后呢，还有录音师，还有造型师，还有做特效的，还有做音效的。还有剪接，然后还有帮你找钱的啊，还有编剧，然后呢，当导演的啊，就要找到这么多人来帮你完成一个作品。